吧？可以，我发后场，詹姆斯发，对吧？哎，这最后有点、有点讽刺。哎，打半天，刚才芬奇说打锤子，最后变成湖人了。这球拉塞尔，其实做都做凉了。真的，也来啊 ！ATO 回来，哎呦，这球普林斯，但是詹姆斯够拼，怎么给？这球给詹姆斯反抢的犯规。但是对于湖人来说，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湖人这节犯规没有满，双方各回来之后，居然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误。这球，看着表啊，一边看人一边看着表，七秒钟，换一个，面对着普林斯选择往里突破分球，施罗德三分怎么样？三分命中，这个球价值连城，布置得很漂亮，对吧？唐斯往外兜出来吗？大范围转移，康利负角度的三分出手，但是这个球还是换的不坚决。嗯，费尔纳迪，对，这是心理，它不是一种劲儿，你定在那儿是吧？定在那儿，你看，哎，正说着，他把我垫进去了。哎，这估计康利来看看，第二罚没问题啊，加劲儿了，而且0.1秒里的第三罚怎么样？没问题，三罚全中，98平，交给詹姆斯突普林斯分球，给到巴祖磊的三分，漂亮啊！巴祖磊这个三分给湖人暂时吃了一定心丸，一防一就是对呀、啊，需要他站出来啊，对，但是还是没有啊，破不了冰啊，是，因为你单点爆破不了我。来看看施罗德，没投，踢板扣，给回来之后挑篮挑进，确实是有点迷啊，因为你说。就是脚踝伤势也好，这球真是踢不出来。篮下给戴维斯，够高，吊浓眉接住之后，唐斯这球没敢动，唐斯使劲躲呀、啊，对，真躲，没敢动啊，真高啊，快到那计时器那高，这真艺术。这球不得分，回合这比赛没了啊！康利突分，李凯尔。非得找三分吗？其实不一定找三分，刚才康利都突破了。对，哎，华子再突起来之后，先把球放进。他这个是往后场跑，施罗德，但是跟上了。哦，正说着，康利抢断，爱德华兹给到普林斯，三分出手。哎呦，普林斯啊！哎呦，换詹姆斯吧，詹姆斯也让人断了。哎呀，这球跟刚才那给普林斯那球不一模一样。对，而且这球普林斯还是空位机会了啊。让拉塞尔上来接球，还是詹姆斯来发球啊？往后给，哎，这次就跑了，我先往后跑，然后就赛跑，圈赛跑，好家伙！